这是台湾人民关怀人类心苗民，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苗的声，这是台湾人民永远成功苗的声。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贤士同修，啊，各位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天九月十九日，新弘观世音菩萨出家修行悟道的好日子，下午呢继续来为各位我们来讲解好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好，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由太上道祖所开示的一部经，而是大罗金仙。好，王禅老祖的妙法满三千大千世界，无所不包。所以尤其人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成为有智慧者，就是要知命卦。你知道人出生以后，您本身啊，我们所内藏我们的命，就是有一个天心存在，小天心大天心融合为一，整个宇宙大虚空。所以意就是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上圣智慧。那么今天新弘观世音菩萨啊出家的佛诞日呢，我们下午继续为各位来讲解八八六十四卦人的命卦。当你知道自己的命，你这命中若有自然有，若无灭莫强求。那你知道怎么样自己的命中什么是有，什么是没有，这是一个人生的一大课题。还好王禅老祖慈悲啊，将用易经7350年的智慧呢，在5000年后7350年后的今天啊，王禅老祖将当下人的命卦啊用易把它开发出来。尤其命卦的对整个的人生哈，真是一位大导师。所以我们的指导灵指导师是王禅老祖，我们的本尊弘军老祖啊，到伏羲氏祖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当下，我们
那么我们有幸新逢啊，中华文化道统转化为宗教的当下呢，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每个人的命卦啊，你要知命，你就能知天机；你知天机，你就知运；你知运，就能转自己的相。要转自己的心和相，相由心生，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心。所以你如何知心，如何知命，如何知运啊，王禅老祖就传了我们很多的妙法啊。所以啊，老祖传了很多妙法呢啊，我们一一的为各位来解说。尤其我们的命卦啊，三则损，损卦就先失，不失才有所得，你不失无所得，所以损而后得，你无损绝对无所得啊。所以啊，三则损的命卦的同学们，十方大众们啊，三则损卦啊，心苦战，比较劳心苦战呐。啊，那有财无富啊，黄破财，因为无富嘛，你钱赚到最后来都空了，那你就悔恨一辈子，你再怎么修还是烦恼之家哦。寅年、申年、卯年、酉年、岁月寅，寅年寅月，申年申月，卯年卯月，酉年酉月啊，到了时候你就要小心啊。勤俭知足是根本，勤俭知足才是根本。所以三则损卦的同学们，你有一天也会变很富有。你知心知己，知己的命才能转你的念，而且命卦是人的念头的最根本，然后从念里面转入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啊，念头不是概念，而是正念。所以三则损命卦的人，就是劳心苦战，凡事呢，啊，你都要亲身体验，啊，凡事都要自己做，能做是福，啊，不能做才是苦，好，啊，有财无富，黄破财。三则损卦是有财，但是我若是我们有修行，知足常乐，该为不该为，你就不会糊里糊涂了啦。好，那寅年、申年、卯年、酉年月令的时候，注意，那是你破财的年。好，寅年、申年、卯年、酉年，这三个年、四个年呢，那个月呢，都是你破财年。凡事不贪，凡事皆沾，你就没有事了。哦，以及无所生嘛，就要用意啊。那么勤俭知足是根本，勤俭啊，你吃的太好，嘿嘿，很容易中风哎。吃的少一点，身体健康。我们一位弟子的阿嬷，日本人啊，活到107岁都很健康。从年轻开始，他不是没有钱，他家有钱，但是他认为他的肚子不是在当仓库啊，所以很省吃很简用的。哎，到100多岁走了，坐了，塞又那了，做了走，很健康啊。有的呢
哇，拼命吃，把福享尽，把福报享尽哦。人生在世界上能多一天，当然多一天好，你少一天，嘿嘿，你的福报就不够。所以我们知足常乐，长寿才有用。你若是不知足，你会长寿，那就困难了啦。包括事业也一样，善着损经营事业的人，你一定要知足常乐啊，不要想要哦，被人家大富大贵，你被跟人比，跟人比的话，我告诉你，到最后被欺家的一大堆，看多了，啊，所以我们知足了，我们就是在这出家嘛，等于是离开烦恼的念头之家。好，那我们接下去，三灰盆，三火壁。三火壁的卦，啊，三火壁卦，啊，重文思，要多读书，重文思，要多读书啦。啊，那么双财无库，官灰道，双财到处都有财，但是官司的阴影跟在身边，若是能够当官，从事官。多读书的话，你一些非常好的军功叫做大菩萨。好，四库隐身并卯酉，蠢戌丑未啊，寅年、申年、卯年、酉年，一二三四就有八，哎呀，双年就有八年，不是很。如意啊，啊，那是非多端，害子求。其他的都是非多端，你只有害年子年，你求财比较会顺，比较有贵人。其他自己多修行，多读圣贤诗，多读易经，凡事皆沾，你才不会碰到。不必要的烦恼，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大家学易经，啊，都推荐你们的亲朋好友来读易经。社会上少一个失败的人，社会多一个福报；我们一个亲戚朋友多一个成功的人，我们多一点光荣。若是我们的朋友亲戚多一个失败的人，我们脸上。少一份光荣，那不是很不好吗？所以王禅老祖啊，要我们传这个妙法，难怪啊，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请王禅老祖倒驾慈航。原来传很多很多的妙法，目前我们大集结有2300多册的大集结，王禅老祖的妙法。啊，若是你们要了解，等一下你们可以到我们的博物院，有那个光碟 DVD 啊，送给各位的，你们就可以多少可以了解了。哦，所以各位，你们要了解，各班同修要了解王禅老祖传的妙法。现在我们在台中，啊，台中道场五楼，维新道藏。维新道藏呢，啊，里面图书馆，你们可以开始可以去借书了。开始可以借书，只有正期班、初级班暂时不开放，因为初级班有的你们还看不懂，啊，正期班哦，你们可以啊去借书，啊，有借书证，你们可以到台中道场第五楼维新道藏。啊，那个图书馆呢，可以去办理手续。啊，所以重文士，你要多读书，你才能一晃一年，啊，有十二个月有八个月不好，啊，这是12年有8年都非常苦战，但是你了解了以后。你能知足，你就会很快乐嘞。
哦，所以命好和命不好那不是重要，在于你知命，你知命的时候你的命就好，你不知命，命再好结果啊，这个叫苦连天的啊，罪恶深重啊，更是多，还是一大堆啊。所以老祖要我们啊学习出家，学习出家就知命嘛，知命该为就做，不该做的不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你用意卜卦你就清清楚楚，你时时刻刻都在出家。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卜卦一件事情该做不该做呢，很烦恼，你就是在家，在烦恼的那一个家，那时候这件事情的家，那么卦一卜出来了，哎呀可以了，你也离开烦恼的家，哦，不可以了你就不要做了，好了那你就离开烦恼的家嘛。当下宗教最好的法门唯心圣教你再找不到了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呢啊，你们要珍惜啊，好好来修，好好学。好，我们再来三雷乙卦，三雷乙命卦啊，三雷乙卦啊，财无库，无财无库，财无库好对啊。那么啊，四库日月财神道，行事挑眉蠢戏丑味的脸，你的财生意比较会赚钱啊。那引人生年，引生引人生年来临，黄劫财啊。但是你这个四库的年，若是碰到引月生月啊，引月生月也是照常劫财。所以你不学易经，你不了解自己的流年，不知道自己的运，也不知道自己的命啊，也不知道自己的天心，也不知道自己的天机啊。所以啊，你要读易经才能预防这个劫财星的来临啊。读诗恍贤增智慧啦，各位同修多读书嘛。我们现在当下现在在座的我们一位非常优秀的老祖弟子啊，圆冲法师土城安心道场啊，他常常说师父我的文昌很弱的，文昌很弱，只有多读嘛，只有读读读。现在他服务啊，国内外的厂商服务的几乎是最多，帮助的朋友帮助的厂商也多得很。尤其最近呢，他是经营安心道场，安心道场以外老祖赐给他一个名字安心油行啊，食用油过去还没结业以前能卖一罐两罐的啊，现在一卖呢啊，一卡车两口是三卡车。又要求最近台湾的这个食用油啊，这个厂商人职业道德真的没有职业道德啊，弄成大家每天吃的是不是吃到不好的东西呢？那我们圆冲法师啊，他所经营的油是正牌正统，非常安全又卫生啊，又没有危险。那难怪啊，最近师父他我很忙呢，很忙，生意让孩子去做啊。你给大众的信心就是修行嘛啊，大众现在到处都是在家嘞，在烦恼的家，你买了这罐油到底是有没有里面掺杂什么，是真是假？所以我们都在活在烦恼的家。
哎呀，真的可怜呢。那怎么办？你若是碰到你卖了真正的好的食用油，你就让众生大众全部出家离开食用油烦恼的家，你就是菩萨嘛。啊，你有简单吗？哦，所以经营企业的以前一段说话剧啊，唱什么剧？哎呦，真的没有道德良心，要负因果，下辈子要做牛做马给人杀，什么样的因因果果还不了啦，然后你再怎么谈出家？所以今天观世音菩萨他的啊出家的啊圣诞日呢，啊，我们以非常感恩的心啊，那观世音菩萨请了王禅老祖导教师行，教我们有知心。知心知命的妙法，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的妙法啊！所以我鼓励在台湾各地朋友们，你们都来读书啦，都来学啦！啊，目前在我们法门读书的啊，读易经的究竟有多少呢？很快的，今天24号了。25号了，啊，再过几天，2014年1月1日下午1点到5点呢，我们举办大孝之道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在林口大体育馆，啊，欢迎各界来参加啊祭祖大典，将有36000人啊来这里参加祭祖大典。这个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民族在台湾啊，大家都是非常菩萨的，非常慈悲的大菩萨啊，由我们维新圣教的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带着社会大家一起来修行修菩萨道，离开烦恼的思想贪念的家，嗔念的家，没有智慧的家。所以王禅老祖的慈悲传妙法呀，啊，所以希望各位十方各界善知识们啊，你们有缘嘛来读我们易经大学，在台湾各地的陆陆续续聚集在开课，因为社会的和谐是维新圣教的天命，所以上天给我们一个天命，为国修道立人天，啊，为民祈福定太平，这也是出家的条件和出家的目的。出家离开贪嗔痴三毒的家，啊，我们要走向戒定慧的家，就是菩萨的家、佛的家、啊，如来的家、啊，天心的家，啊，这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再来啊，三龙古卦，三龙古卦，三龙古卦财无库。有财无库，三龙古卦财无库，是非多端，黄增送，是富有财，啊，一，啊，一下字，啊，寅年、卯年、申年，猴，啊，申年猴财，啊，财宝失。啊，就是说三龙骨的卦象得命，财多多啊，财多多，但是没有库，那就像猴子啦，哦，你踩东西踩了没有袋子可以装啊。我小时候啊，就看到那猴子啊，在我们的这玉石鼠
啊，一时翻翻杯啊，玉米啊，啊，他摘了就夹了，摘了就夹，把它含呢，它挂呢，结果他最后那个也丢掉了，几枯花瓣搞不了哎，没有枯嘛，我说三龙骨那边挂，后面老鼠才开始搞山啊，搞宅，哦，没有枯啦，不要贪，不要贪，啊，有一次。我们看到一只猴子，它吃龙眼，吃他们抓了。啊，有一次呢，看到他们吃太多了，一赶吞不下去了，啊，就死掉下来，死翘翘了。为什么？满口都满满的，连呼吸也没有地方可以呼吸，结果死翘翘了。啊，这就是警告人不要贪，所以。啊，老祖开示我们，三龙古卦的人一定不要贪心，因为你有财没有库，自己能做到了，你就好好去做就好了。财多多，甚至连月都有财，日也有财，但是没有库啊，看了到处都有财，想发达，想要娶，结果你无法得。连一个小小口袋到最后全部砰下去了，什么都没有了啦。哦，所以你能知足，那你就没有事，不要贪求啦。那你要修行，你就好了。那我们现在修行，各位同修，啊，最近以来，我们好多同修呢，啊，学员，认为师父这里啊教得很慢，啊，没有什么好的妙法。给他们神通，所以就带着到处访道，到处跑，到处你也没有得到，跑了结果什么也没有看到，只有一个心不安而已。然后要回来了，不敢回来，不敢回本班，不能回来。那问了师父怎么办？再去读初级班，先定下来。哦，原来正级班哦，你回去读初级班。因为人生啊，情长，苦也长，啊，那么你不能不精进啊，不然就白走啊，啊，你要学江湖术数，啊，这么跳档，我告诉各位，那不是你的究竟与根本，一定要先知机，要有智慧，你有智慧，你修行才不会的颠倒哎。所以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嘛。要知机，要知止，你绝对会幸福的啦。好，所以三龙古卦的同修们，啊，后面有子女们，啊，三龙古卦财无库啦，是非多端，黄争讼，官司多得不得了，要小心，贪了官司就来。似乎蠢戌丑未有财，一下子有点蠢戌丑年，蠢戌丑未年，啊，要下至夏天，啊，才会来，才会得到比较顺利。啊，寅年、卯年、申年也是申呐，财宝失，财宝，那几年是劫财年，啊，自己要小心呐，啊，你致命。你就不会命运所捉弄，你不治病，啊，你在那边贪，绝对没有用，烦恼一定会到，啊，那再来呢，就是山水门卦，山水门卦，啊，山水门卦求财难，山水门卦求财难，啊，有商场朦胧见。不堪呐、啊，真不堪！啊，财虎劫神，天地间呐、啊，啊，多读圣书啊，可心安。山水蒙卦就是教育，就是启蒙。好，我们的财放在天上，海绵带下来；我们的库是有库，一个包包里面。不是财，
里面放的都是书，啊，圣人的经典，圣人的经书，那就鼓励我们山水盟一定要多诵经，多读书。好，那你所碰到贵人呢？啊，我们要慎重，啊，不然你很容易前功后甲，啊，就是小鬼偷钱的卦象。啊，若是你不了解，一直贪做贪求，到最后呢，啊，是一败涂地，那怎么办？山水盟卦是修行的命卦，啊，你修行不一定要出家，多学多读圣人书嘛，多读易经，你就不会有事吗？啊，你多读易经，该为你就做，不该为你就不要做，一生诸祖常乐。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的命卦属虎，啊，他也是山水盟卦。我说，哦，老先生，你一定非常有修，不然我看你现在啊，一定干枯结果啊。他对的，啊，年轻的虎年师傅啊，我从小我就是参与修行。虽然我在道家修行，但是我认清我的方向，啊，凡事不可贪，啊，有事我们就请问神，请问神呢？三天前要做的事情，你先禀报，啊，他先禀报他所拜的主神，然后三天后的时间，寡杯写清楚寡杯，啊，若是今天定的三幸福杯。啊，一走开始就是去投资去做，若是没有背就不再问了，不行就不行。所以这位先生他一生走来没有后悔，一生走来很平顺。所以各位要有修行，不要以为自己软熬，一般人都认为自己比人聪明，越聪明的是小聪明，啊，小鬼才是聪明，大鬼不会聪明，大鬼他是神，他是包容，大鬼他已经修到神的境界了嘛，小鬼才不知天高地厚，哦，懵懵懂懂，例子看了太多，所以凡是山水盟卦的人，同修。你们多指点他们，多读书，啊，多修行也好，真正的出家修行也好，啊，或是呢，从技术、从艺术、从医学方面去做，不要想跟人家赚大钱，要赚大钱，到最后来一无所有，因为没有财，啊，只有库。库是技术之类，啊，所以同修们，啊，你们，啊，大家都是读了这么久了，都很了解，啊，希望今天借这个因缘呢，啊，能够，啊，唤醒，鼓励社会各界，大家来学易经，啊，这学一些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然后你就会离开贫穷的家。啊，贫穷家智慧贫穷，经济贫穷，啊，身体贫穷，百事不顺的贫穷，所以你知命，你就能转命了啦。啊，接下来我们的坤为地的命卦，坤为地，啊，坤卦万华，啊，西归藏。啊，坤地，坤卦坤而地，满患都唱你大爹嘛，西归藏，啊，有财有福啦，勤自耕，有，好，心量宽大，黄四库，四库的年呐、
啊，金木相克啦，乱糟糟，乱糟糟啊！啊，就是用葫芦话，坤卦万法色归宗啊！啊，有财有福，勤自经啊，心量宽大，宏树空，金木相克，乱糟糟。坤卦的同修们，啊，坤为地的命卦的，有财，不是没有财，也有库，有，但是要注意的，有财有库，因为叫做子孙了处事的，凡事要自己。你虽然居在最上位，讲稳定哎，很好，哦，但是呢。注意，每碰到四户的人，四户人就是你的做生意了钱的人。好了，我们当交易家是最好。啊，当交易家，你的财库、人际财，你的库就是智慧之库，智慧财、人际财。以智慧之库呢，这种财库双全，人生最大的福报。所以坤为地命卦的人，心量一定要打开。你不要看不惯所有的人，你不要看不惯你身边的人都比我们差。若是这样想法，我们就错了。我们的坤卦。这块土地就违背了土地的原则，所以我们出生为命卦坤卦的人一定要学习，凡事要包容。你看大地上牛羊猪什么大便小便这满地啊，盖房子 挖土地怎么样，什么都来的建设啊，废料废核啊，什么都在大地上，尤其像现在啊，这个啊，食用油有毒的，到最后还要多倒到大地，还是要承受嘛。所以坤为地的人，你学习修行，心量宽广，你一定会成就，你就是菩萨横的啦啊！心量宽大。黄四户人啊，若做生意的是你了钱人啊，四户人，但是你的身体不错，智慧不错，贵人有，只是不要贪做求财。好、啊，金木相克了，金的人，木的人啊，那相克乱糟糟。当一个人拿一只刀子上一个山林要去砍柴。后砍砍砍砍，还一直没有砍砍倒，你就列在树下，啊，甚至心脏病发死翘翘。所以你坤为卦的人，坤为地卦的人，一定要学习包容，你不要与众生结冤仇，你绝对不要跟人结烦恼，你结烦恼，接下去你的烦恼会更多。所以我们知命，你就超越。你今天刚好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日，啊，出家的圣诞日，啊，我们希望大家了解自己的命卦以后，你就自我精进修行，啊，依照自己易经卦里面的内涵，我们都会一步一步为各位解说。现在就先为各位来解说整个我们命卦的基本原则，这样的话你就开始已经第一步知心。那等到这六十四卦命卦我们全部讲完了之后，就正式进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共同依循的轨迹。
去运行。但是我们有64种的自己的命卦，而命卦里面的内涵若是不了解轨迹的运行，你绝对没有办法跟人家在一起，大家都有共同一条轨迹在运行，结果你不晓得自己的轨迹，你怎么跟大家融合为一呢？所以老祖开示我们啊，大家要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什么事可以做，什么工作可以做，了了分明嘛，我们才不会妄谈呐。啊，这是必然的法则。好，那我们在最后一卦啊，地天泰卦，地天泰。啊，地天泰卦啊，修行好，修行的命啊，事故无财啊，亥子有，亥年子年都有财啊，事故的年事情了前年啊，寅申卯酉皆无力。寅年、申年、卯年、酉年都不利啦，啊，都是你的忌神年，冤亲债主的年，啊，你若是乱，那这四个年呐，啊，你勉强要去赚大钱，结果十做九败，还没有败的那一个呢，很快接着来，一定要小心，好，啊，慎修慎行灾。不灵，慎修慎行再不灵，所以地天泰命卦的同修们，我们要注意啊！表面很好，表面你看到哇，足鲜艳，足缘投的，哦，足可爱，足有人缘的，人很好，是没有错。但是换到自己地天泰卦的时候，你是一位上班族最好的人，你自己要当老板，除非你很有智慧，否则的话到头来两手空空，负债累累的，印证这么多年，印证很多，所以我才请求老祖师尊慈悲开示64卦命卦，哦，在世间走一趟应该注意的，所以以这个大纲知命知心知机知流年，哦，所以流年一生都有流年，哦，等于说地天泰卦的人就好修行嘛，哦，修行好，什么比这更好呢？修行最好，修行不是，哦，我出家去修行啊，什么都不管，不是这样的哦。修正偏差的个性，修正偏差的行为，然后依照正法去做人处事，叫做修行啊！啊，不是说哦，把家里丢到啊，到道场去口腔，也不是这样啊。所以烦恼和快乐、幸福都是由自己来修，知一切法，你才能超越一切法的道理。来，事故无财啊！啊，亥子酉。蠢戌丑未年了前年啊，亥年乙子年那两年才特别有，才特别旺啊，你就要好好把握，好好把握。好，那乙年后年乙年生年卯年酉年皆无力啊，这乙年生年卯年酉年这四年呢
和存续所谓的年，你等于有八年，哦，八年拍温啊不好，那你知道了，事先预防嘛，那不是很好吗？好，亥子有亥年子年，有了，啊，但是只是昙花一现呢，自己要小心啦，哎，啊，这皆无力，顺修顺行，好，灾不临。大家谨慎的修行，啊，谨慎的依照法仪去修行。我也鼓励受惠各界朋友，希望善心大德，我们贤士同修，多介绍你的亲朋好友来读书嘛，来读易经大学，大家学易经啊。尤其我们现在国际学院啊，已经发展到世界各国去了，用云端教室，那是国外才有，才能接收得到。国内我们啊，到各班教室直接接法，啊，更加的有利。但是世界和平的一盏灯塔，就是维新圣教的妙法。哦，在于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世界变太平。要先从每个人知命、知天机、知自己的运、知自己的福、知自己的德，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共转每个人的天心，日月同归。每个人的天心法轮，世界则和平。各位，当下即是出家的行走大菩萨，祝福各位。本段节目由祥昌智医有。